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。近日，在肖战迎来三十三岁生日之际，网上都在铺天盖地为肖战送祝福。特别是在追剧平台领域里的三巨头，也联手为肖战送来了三十三岁生日祝福。包括鹅厂在内，大家在这一刻没有竞争，都在送祝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肖战生日博文的点赞量已经突破了三千万，是名副其实的顶流巨星，轰轰烈烈，不可阻挡。据悉。 视频播出领域里的三巨头都联手为肖战送来了三十三岁生日祝福。尽管大家彼此之间是所谓的竞争对手，但到了肖战这里就不存在了。毕竟都和肖战合作过，提起肖战也都是赞不绝口。目前肖战已经在全网得到了三千万的点赞量，国内外都在狂欢。这就是顶流巨星肖战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都在为肖战送祝福。不知不觉已经三十三岁了。 在肖战身上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，这得益于肖战的心态，一直都在追梦，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也是央视认证的主流，支持肖战无可非议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也祝肖战生日快乐。作为小飞侠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继续支持肖战，不管是影视剧。 舞台盛典还是时尚杂志，肖战每一个领域都捷报频传，都有突出成绩和贡献，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，顶流巨星，实至名归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。